才上来那么点毛豆啊，我这找来找去啊，我才看见这溜子一动一动的。啊，毛豆，毛豆，你别捂死自己了，毛豆，你是不是该里头了？毛豆，我靠，你吓死我吧！哎呀，这溜子就是一动一动的，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飞啊。这我现在上二楼，说下雪了，今天啊，来看看他们啊。就见小贝跑了出来啊，这毛豆咋不见了啊？啊，出来毛豆，快出来毛豆！你咋这？我得帮他一下，我操，他咋这关系？我操，毛豆，哎，对，就是这儿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呀，毛豆，你是不是谁蒙圈的呀？啊？哎呀，我操！你也还睡得老美呀、啊？要摸摸身上还是热的，是不是啊？哎呦，你睡得老美呀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这家伙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你被血卖了嘞啊！你这家伙真是的，哎呀，啊、睡我觉也叫我担心不已啊，就是这样啊。没事，你俩没事就好。哎呀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这一上来找不到毛豆了啊，谁知道钻到那里面去了啊？你俩真会玩啊！晚上是不是闹洞房了啊？晚上闹洞房可不好啊，真的是啊！你要节省体力啊，这大冬天的，知道吗？嗯。哎呀，大家看我后面啊，白茫茫一片啊。这个是下雪了啊，从昨天晚上6点钟开始下雪啊，下到今天吧，算是暂时停了一下啊，但是外面都是冰天雪地的，路都不好走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给大家看看雪景啊，美不美啊，冻死了啊。还好毛孩子们保暖我都给他们提前做好了啊，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啊，没问题啊。哎呀，你别跟我过来了，你惹祸啊！这么忠诚的毛豆啊，走。哎呀，到这儿吧，恁俩不要往雪地跑了啊，咱生病了，对不对？到时候很麻烦啊。那家伙不用我说，很聪明啊，知道去哪儿睡觉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你走的慢点儿，好，别滑住了。我现在已经下楼了啊，感觉好像天空还在飘雪。然后今天早上很早的时候，我爸就起床了啊，把这边全部都给铲了一下啊，就是这样，铲了一下，方便走路的，就是这样嘛。啊，大家看看摩托上面的雪，老厚了啊，雪花，老厚了。哎呀！因为路上没有人啊，几乎没有人啊，就是这样。下雪天可以放着出去玩一下啊。哎呀，大家看看这几只狗急的，哎呀，是不是可着急？哎呀，急的，哎呀，小花又要说话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好，给你们放出来啊，放出来出去玩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哎呀，老激动了这几个狗，特别是小花啊，老兴奋了啊。好，哎呀。好，哎呦，哎呀，老兴奋了啊！这笨笨老开心了啊！放你们出去玩啊！要不要出去？小花要不要出去？要啊！小花说要出去。哦，黄朵啊，你也跟着啊！早去早回啊，早去早回啊！我会想你们的。我估计我也跟不上你们的速度啊！别撞到车上啊！慢点啊！好，慢点。好，去吧。哎呀，好开呀！哎呀，来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哎呦，这小黑又杀了个回马枪啊！啊，大家看看啊，这雪地啊，这就是外面的场景啊，雪地啊！哎呀，这小黑又找不到组织了啊，小黑又找不到哥哥们了，哎呀！带这个南方的粉丝啊，一起来看看这个雪天啊，就是这样。因为这个广东可能都不会下雪啊，但是我们这里的话，就最近好像要下5天雪吧，对不对？来，大家到后面看看啊。
哎呀，这毛孩子们也是在这后面玩啊！哎呀，给大家看看后面啊，看大不大？哎呀，来奔奔过来，来来来，过来过来，过来过来过来！哎呀，怼开呀、啊、这几个狗！来奔奔过来过来，在那儿尿尿啊！哎呀，这几个毛孩子们是不是今年特别是谁啊？今年应该是黄豆啊，第一次。出来这个在这个雪地里面玩耍啊，就是这样，你看这几个狗都是唯笨笨马首是瞻啊，大家发现了没有，只要笨笨一跑啊，全部都跟上了，就是这样。来过来，这几个狗很久没有跑得这么痛快了，应该说全部出动了，这一次是全部出动。来过来，哎哎，小花啊，还有小黑啊，可以，小花还有小黑啊，哎呀老猛了啊，是不是怼得老猛了，哎呀来过来啊，他们去找笨笨去了啊，所以我就说啊，这没有笨笨啊，他们都玩不动啊，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大家看后面的雪多大，大的不要不要的，哎呀白茫茫一大片儿，这一次就让他们出去玩啊，玩个够啊，反正路上没人了，哎呀就是我得在这儿吃着冻死了，哇塞看到了，这里，来笨笨，来，这里，好狗，哎呀，好狗，哎呀，来，小黑过来，这几个狗啊，一跑又跑远了，我的天哪，估计我的天。哎呀，大家看这雪，我的天！大家看这雪的厚度啊！大家看看，一掌，两掌，我的天哪！看到没？一个拳头在这里，我的天！这雪是相当的厚的啊。然后那几个狗啊，又跑到那边的方向去了，我的手都红了啊，跑到那边去了。一出门啊，都就能够看出谁是元帅了，谁是兵了啊！这笨笨绝对是属于在家是属于元帅级别的啊。虽然有的粉丝不喜欢笨笨，觉得他霸道啥的，但是出门的话，笨笨绝对还是这个的啊，属于元帅的啊，统领着这些狗啊跑来跑去，浪来浪去啊。不过好一点的是，这几个狗他们几个都是一起活动的啊，就是这样，不会掉队啊，这一点还挺好的，就是这样。等在这儿等他们，在这儿等他们，给他们弄回家啊，等一下，要不然咋整？来，小黑过来，咦，现在只有小黑一只狗啊跑了过来啊，哎呀，那几个狗呢，啊，你咋不跟他们一块儿啊，哎，他叫了呀，你过来，没有发生意外吧，啊，小黑那叫哥哥了呀，啊，你叫哥哥了呀，就你自己跑过来了呗，啊，哎呀我的天哪，这整的啊，走，我跟你一块儿去找他们啊，还得我去找，要不要我去找，没事吧小黑，哎呀那几个狗啊不知道跑到那边哪儿去了，只有这个小黑先回来了啊，在这儿再等一会儿，哎呀我的天哪，看来最知道家的最懂事的啊还是小黑啊，就是这样。来小黑，小黑在哪儿呢，你都看不到了，小黑，哎，在这儿呢是不是，哎呀还是小黑最乖了啊，小黑最棒了是不是，摸摸小黑，哎呀小黑最乖了啊，最懂事了啊，最棒了，最听话了，最 nice 了啊，一直看着那边干嘛呢，他们仨呢还没回来，哎呀这就小黑回来了啊，小黑回来了，那仨狗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啊，还没回来，真的是啊，哎呀我说走啊，小黑就往前面开路了啊，去看看那几个狗跑哪儿去了，小黑，哎呀往那儿跑啥的，不是找那叫哥哥的，走，你这家伙去给我带路，他叫我跑哪儿去了，
走，小黑，给我带路啊，给我看看到哪儿去了。哎呦，这谁车呀？奔奔，没在这里，应该没在这里，是不是到这边了？是不是往这儿了，小黑？啊，他们叫了，往这边方向找一下啊！啊，跑哪儿去了？他叫啊，这都不见影了，这都，嗯、啊，这也不见影啊，这边也不见影子，这边也不见影子，他叫了，走走，这会儿我得感觉你可出名了，我得感觉啊！我此时此刻突然发现啊，怎么最出名的是那个狗啊？啊，它现在好像能听懂我说话一样啊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此时此刻，我感觉小黑这个狗是真出名啊，它能听懂我说话啊！我说去找那几只狗啊，我们这两边都看了都没有啊，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绕了一个大圈围着我们村跑的，还是回家门口那边去等他们？走吧，小黑，回家。嗯。回去等他们吧，这又开始下雪了，就是这样。哎，这真是难得放他们出来玩一次，搞得我是惊心动魄的。哎呀，然后现在小黑已经跑回家了啊，我们在家等那几个狗。哎呀，搞了半天啊，最聪明的狗是小黑呀、啊！啊，他啥真是跑哪儿去了，小黑？啊，那就你最聪明了，你不乱跑哈？他们说我们一起出去玩吧，小黑说我还是回家吧，对不对？还是小黑最乖呀，最聪明啊，找哥哥的时候也是很出力啊，去找虽然没找到，对不对？但是真的很聪明啊。我今天发现了小黑很大的一个优点啊，今天这个优点棒棒的啊，真棒啊，小黑真棒啊，很聪明啊，聪明的不要不要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小黑真聪明，以前一直以为你智商比较低啊，但是我觉得我可能看错了啊，我觉得你的智商还是挺高的啊，智商情商都是很在线的啊，比那仨傻子狗强多了啊。哎呀，在这儿等吧，等他们吧，那边门开着的啊，只能是说等他们了，现在是找不到了。那仨狗啊真的是，奔奔是喜欢跑对吧，小花是喜欢跟对吧，那个黄豆也没啥主见，也是跟着啊，他们仨在一起应该没太大问题啊，就希望没啥事儿啊，等他们回来。你看小黑是在家啊，最聪明的一只狗啊，今天我发现的，太聪明了这个狗，给他点个赞啊，太聪明了。刚才风啊把门关住了，我这一开门啊，谁啊，小花猛地怼回来了啊，这个小花狗啊自己回来了啊啊，他俩笨笨的呀，等一下我给他弄点水，你别出去了啊，别出去了。等来了一只狗啊，看来第二名是小花狗啊，我给他弄点水啊。小黑不出去啊，这看来小黑也知道啊，下雪天不能出去啊。小黑过来，哎、yeah ，哎，这俩回来了啊，我这边准备给他们接水的啊，这俩浪的回来了。啊，黄豆可跟着奔奔跑没了，要是我浪当活我就发现啊，哎呀，跑没了吧，回去，真是的。哎呀，小黑今天都在跟小黑学习，对不对啊？小黑第一个跑到我身边，对不对？等一下啊，我给你们接点水，真的是啊，还是小黑最好啊。这一对比啊，这四个狗往这一站啊，搞了半天啊，小黑才是隐藏大佬，对不对？小黑把你们仨卖了，你们仨都不知道咋回事啊，还得给他数钱呢，对不对？他笨笨吃了一嘴血是，等一下啊，我跟他解点水。哎呀，喝水吧。哎呀，他几个狗啊，美滋滋了。喝水吧，喝水吧，小黑喝水吧，一会儿喝水嘞，小花喝水吧，水给他弄来了。你衣裳你扣好，你看你嘴紧这扣，掉了。